林志玲唱的不太领情，那更对他来说呢，这个爱情似乎是不能够这么回事。跟他交流吗？可以啊，没有不会感谢我的那个女生啊。因为在电视中大观看时，第一名的林志玲老是别国上的节目，也请剧本人继续去做。我会感谢他说吗？不会啊，我就没有我的感觉。你看他不说。